不是你们先活动一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天天看吧，是吗？哪个地方？就刚才结束的。哦，对，是不是天天看还是女生看啊？女生看啊。那你再做一次好吗？看一下。再做一次女生看。记得再记得快，对、啊，落走，最后。这是女生吗？咱们进行组的上面的女生是平原，是圈起来的。你们刚刚打开了那个搬那个仙人跳法，那个你们先，这个也没女生，就它在上身要去找锁的，上身再起来一点，腿留在这儿，腿留住去找上身，感觉去找腿去，找腿，上身不要趴的太多，上身不要趴的太多。好，我看所有这些学生对两个不同舞姿的概念要清楚。那个仙人掌呢？你再做个仙人掌，看刚才后面里边的最后面对把杆，面对把杆的那个，对，首先把身体方向找好了，向后，对，45度，好，起吧，起仙人掌，快，快，嗯，走，环动，走，你看，先撅着屁股，环动。那他身体，你看他现在仙人掌，你是看马翻身的时候经过这个姿态，身体应该在哪个位置？他现在身体在这边，身体应该是在这边。再拧一点，就是人往左，身体向左拧一点，上身往左，再向左，再向左，右，上身往左，腿往右。啊，对，现在这个对了，这孩子对了，叫什么？李医生，对。啊，他这个还对了，嗯，对。那个还不对，对，他前面那三个人都不对。李淼豪身体在左，腿在右。扶把子手往前放。这是叫他的。我觉得他们这两个概念。这个是先身先跨女的，那个刚才那个就是李淼豪还不对。第二那个。扶把子手往前。第二往左，再往左，他能做。别趴着，把腰立起来。第三，好，中间把杆第三个，你也是，你现在还是腿和身体是一条线。身体是这样，先伸先跨呀、啊，先伸先跨，走，身体往左，身体往左，最好一点，还得往左，还得往左，还得往左，对，你看我翻身必须经过这个姿态，然后才放进去呢。你们先把杆放在那，扶把子手背是在那里，后面手往中间，手往前放，手往前。那个马玉女士往前。对，小马，你把手的扳着腿的手撒开，你俩控手撒开，控制，把手撒开，手伸宽，对。还有你，腿还得往右，腿往右，身体往左，对。这叫先伸先跨，知道吗？先伸烫哈，烫好翻身必须经过这个过程，然后起半脚尖，起半脚尖，身体留住别动。你看你起，你腰没掐住，对，然后慢慢翻身，不，干嘛起来？你那上身干嘛起来？刚才坐地就是坐地，不用再翻了，直接到先烫。身体在前。对，你可以双手不翻，可以找这感觉。我们上身不许起来，就这样翻，顶胯，顶胯，对呀、啊，这就对了，歪的，然后再经过旁腰，旁腰，完了，哎，再回来，对，就他们就这俩舞姿的概念。来，不是再练，是首先得先明白。好了，你还原吧，继续。来，旁边。刚刚看过去就过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没事，您就站着，没事，您就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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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就
合一块了。Thank you.
我的线找不着。初二，初二一班，稍等一下啊，我们休息。你们也可以活动活动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也可以活动活动的。受伤了，别受伤，别受伤，都是学校的事儿，他麻烦。对对对。
初二一班单机一共18人，2名受伤，参加不了评估。然后还有一位评委马阳，他也是肋骨受伤，然后腰的动作他做不了。好，上课。老师好，钢琴老师好。老师等会儿，钢琴老师没在。我问一下。那你们先活动一下，对，先去活动一下，别站着，别动着了。不行，只能充一个。这个你充那个，我这个充不了。
课。老师好，钢琴老师好。来，中间位置。摆正了。
对对对。
看你们膝盖打开啊，起。啊，你抓把杆，自己站，自己画。
盘，牵着膝盖。Thank you.
往前提出抬头，提前举的力度啊，起。Thank you.
咦。Thank you.
11:10，还有一个班，初二一班，该二班了。这个里边，谁会？
感觉。减压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好，行，我们再见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瘦。Thank you.
够，我以为没用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编个小片儿，跟死亡。
Thank you.
就到这儿了啊，嗯，先下播了。